叫吴正文，在摩托车的行业已经做了36年，一直都是做 Yamaha。 我今年是52岁。我从年轻就是一直从学徒开始就是接触 Yamaha， 其实 Yamaha 已经是我的生活、生命、未来。高中的时候是念内部人工的车辆工程系，大学选择读气管。那平常是在店内做接待客人跟修车。妈妈一直跟我说，就是我是吃着雅马哈奶水长大的嘛。雅马哈对我来讲，比较属于资助着我们整个家庭的一份子，因为我们一直受他照顾。雅马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父母这样的感觉，差不多有27年的时间，都是在那个别的店在担任所谓的经理的一个职务。老板跟我可能是很像兄弟一样，一起长大，创造更好的事业。结果很不幸，他很年轻就得了癌症，所以因为这样子而来创业。重新开始这样。第五，从小对一开始对摩托车的感觉并不是那么好，都把爸爸妈妈绑死死的，那我们都没有时间。因为表妹哪里也要的，没，不是很会啦，吼，真的吗？黑手，我们台湾。对黑手这个行业，就是所谓的修理摩托车的职业，维修者是全身脏兮兮，手也很黑，所以才会俗称所谓的黑手。这个行业类别里面是属于比较 不被重视。其实我们没有逼他一定要做这个行业，并没有想说要栽培他当做那个技师这样子。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做一点劳作干嘛的。有一天记忆就说，不然你帮我来修看看嘛。那就修着修着觉得，其实这样拆拆装装就是跟我在做劳作一样，觉得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喜欢动手啦。就那一天开始说，他带我去洗手，因为一般的肥皂洗不掉嘛，他就拿一点点那个颗粒那个给我。我就喜欢那触感，那觉得这样洗的也很好玩。然后之后才开始每天下课就是帮忙，那手就会脏，就可以洗手这样。当然我并不会认为说爸爸这样脏脏臭臭不好。
在我认知觉得，就是做这个行业，虽然手是脏的，但是你的人生的格调不太一样这样子。当然了、啊，能够跟自己的儿子一起工作，完成一件事情，或者服务一个客人，然后或者是找到同样的，找到一个问题，那当然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在技术者方面应该比较升华一点的幸福吧。做当爸爸妈妈的要想一下子把他教下去，也没有一个系统方式教他。原来经营一个店，不止他眼睛看到的部分而已。其实我跟陈经理已经认识了20几年了啦，但因为是他是 1T 的长官，然后但是呢，其实上我们是感觉像一起相处的那个工作伙伴一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男人的，比如说他坚持在教育这一块，他就做得非常的好。因为教育这一块其实是很辛苦的啦，不是马上可以看到成果，可是这几年20几年看他这样一步一脚印的在栽培我们这些全省的二代的一个小朋友，从他们从小到长大。我认识常伟是从他参加我们的新时代教育开始。台湾商业机车的服务部门的对贩路的教育其实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技术类，第二类是属于经营管理类。那我们经营管理类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对于经销商的二代教育。主要背景是因为台湾的机车贩路绝大部分都是家族经营，就是父传子这样子的方式。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是那种所谓的上对下或者是相对的关系，反而是我们会跟他们站在一起，大家会有讨论，大家会有一些交流。所以一定要讲说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或许就是好朋友、好伙伴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要去参加 WTGP， 时间大概有差不多3个半月，那我们是把它当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进行。当听到说他在台湾拿到第一，面对就是要去参加 国外的比赛，他其实在平常说他很厉害，其实我都认为说他还是个小孩子，但其实在我的心里我还是这么认为。他要去受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其实当下是有那么的一点不舍啦，说好吧，我们就是真的要去打仗。当时我都不敢对他做什么特别的加持，比如说教他说一定这么做都是对的，我还是认为说他给他去闯一闯。
因为行行出状元这个话，我可能从很小就懂了，就觉得不一定一定要做医生、做警察、公共人员，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父亲对我也是一个憧憬的方向，那我一定要试图去挑战他。那我觉得算挑战成功吧，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达到了父亲的另外一个境界，对我来讲是一个梦想去完成这样子。当然希望能够做在这个行业能够做得更好，让很多人都看得到，尊敬这个行业，走这个行业是不是错的，也不再是黑手。做得比我好，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这样很平安的过着幸福的日子。怎么讲？带领我们这样子，那照顾着我这样。只能说谢谢。谢谢吧。